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沈月，祝 OWAT 四周年生日快乐！每天打开 OWAT 和欧美一起支持我的新作品，关注我的活动吧。推荐大家去阿尔山，那里非常的漂亮，一年四季都很漂亮，冬天更漂亮。然后那里有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，还有白狼峰，他们那里有鹿，还养了狼。我们那个村子有好多狼。我在那里经历，我每天早上就起来打扫一下卫生，刷一下马桶，然后中午喂喂鹿，然后给跟大家一起做饭这种。小省疗愈中心。我觉得都不太像，跟他们的性格都不一样。